It's for us, like the doctors and everyone, like it's like in direct contact with the patients. They give us one, like every day. What I do, I just clean it and save it just in case that they don't have, because sometimes we don't find it. I have no doubt at all that we will be unable to cope. And that's not because people haven't tried or because government hasn't tried. It's just the mathematics of the speed of the rise. Dopo aver chiuso il cimitero, perché lo abbiamo chiuso ad evitare che insomma, tante persone si recassero a salutare i propri cari salendo sul mezzo pubblico, sul pullman che... Normalmente questo impianto ha circa feretri in giacenza. In questo periodo siamo arrivati a superare le 100. Oh, 一直说这一波是大灾难，所以大灾难呐。但是也是河南这里。 真大的教育，大灾教育，我们是否再一次接到这样的警醒教育了？我们更要受教，需要的是我们共同一心，虔诚呐，在这儒术。 这个骨呢，再休息半年下。像我有胆固醇比较高，然后自从老板让我们吃素以后，我现在上礼拜去检查，我的胆固醇降下来了。他也没有强迫我们啊，那但是他因为这个疫情发了这个心愿，所以我觉得是还蛮有意义。 对我来讲，那是一念心啊，所以当我决定要出世，那一天晚上要去宴会，我就只有吃白饭哈，啊，叫个豆腐，啊，花生就这样子。那我听到了，我感觉有花生配白饭哈，很好吃的啦，啊。 这也没有困难啊，简单是，最可贵的就是他的那一念，那一念呢转过来，一直持续下去，不会受到应酬影响他的生意照做，员工更受规矩，更感动，也影响员工呢全部数，真是功德无量啊。 让我们行素食可以。他是胎里素，然后出生之后也持续都是吃素，所以他的心性感觉上都是非常的稳定。当我先生知道我怀孕的时候呢，结果他就说他发愿要吃素。你好。你好。我邀请你一起来吃素。我觉得小孩子这么小哦。 就知道要吃素，所以我觉得还蛮感动的，所以我也很乐意，就是他在他的邀请之下来参加这个活动，好棒哦！他就是那样笃定啊，心不会被诱惑出去，所以坚定如素的孩子，他们讲的话天真可爱呀。 都爱吃。啊，如果肉给你吃的，不要吃。为什么？我要保护地球。肯定他们也是这样的长大。欢迎收看我们的小厨B计划。总而言之呢，素是有益无损，绝对有益啦，有益身体，有益气候，有益自己泼。 这一波的灾情，让它平和的、慢慢的过去。有青豆，有玉米。
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疫情的这一段时间用舒适去爱更多的人，爱我们的动物，爱我们每一个人。请大家呢用心虔诚，好话多说，推树莫忘哦。